在民国前一年，广州起义，我们有72位黄花岗烈士就义，他们的牺牲缔造了我们第二年中华民国顺利的成立。我们国家成立以后，一路经历了风雨飘摇，北伐、抗日、剿匪，到现在终于在台湾能够站稳脚步。这过程里面，我们多少国军将士用命抛头洒热血，才有今天我们在台湾享受的这个